大家好，我是北美彪，今天给大家做一个菠萝鳕鱼，用到料是菠萝、鳕鱼两块，还有配菜是这种绿笋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制作。好，首先来处理这鱼，在纸上榨干水分。这样给它切成大片儿。加入适量的盐和胡椒、料酒、姜末、水，淀粉，还有鸡蛋清。先这样盖上保鲜膜，让它浸润40分钟。好，这个菠萝。放在一边，别用这种绿笋，像这样大的切短一点，放在一边备用。锅上再做一个皮儿，再放点牛油，然后加热，好。炒出香味后，再加入一点点水，这就可以关火了。好，现在用这个热水将鱼放入，这样能将鱼肉烫熟。现在将烫熟的绿笋加入这样橄榄油，点盐和胡椒。让它稍微拌一下，就准备装盘。像这样，我们的鳕鱼就烫熟了，现在就可以装盘了。好，首先将我们烫好的青笋放，最后再将做好的汁儿放入。放在上面，最后再撒上点。好，这样一个菠萝鳕鱼就做好了，希望大家喜欢，谢谢。